我这有一支魔法笔呀，我要画一个小青蛙，然后再把它变出来。嘿嘿，它有圆圆的眼睛，身上还有小的痘痘，痘痘里面全部都是好吃的，哈哈，我要开始变咯，巴拉巴拉小魔仙变。哇，我变出来啦，你看可不可爱？哇，这也太好玩了吧，我也用这个魔法笔变一个我喜欢吃的棒棒糖，我要超大的棒棒糖。哎，我也是个小魔法，巴拉巴拉小魔仙变。哇，我也变出来了呀，哇，里面还赠盲盒呢，嘿嘿，拿回家玩去喽。哇，这个太神奇太好玩了吧，我长这么大都没玩过，我要用这个魔法笔呀画一个超大的蛋糕，我长这么大还没吃过蛋糕呢，上面放上我喜欢吃的火龙果啊，多多的啊芒果，还有奶油，我喜欢吃奶油，哇，多着点儿。哦，我也要试个小魔法变出来，巴拉巴拉小魔仙变。哎，这么没变成功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肯定要用这个手势来帮帮我。哎，一定要学会这个手势来帮助我哟。哦，我想吃蛋糕。哦，巴拉巴拉小魔仙变。哇，我也变出来蛋糕了。